大家好，我是 Frankie， 然后我是这家餐厅 The Public 的合伙人，也是这边的主厨。The Public 餐厅的话是一个美式的西餐厅加酒吧，然后我们是希望做最好的美式鸡尾酒啊，最好的美式餐厅啊，美式的西餐。我们的 brunch 的话也是非常的有名，然后我们的 chicken waffle， 我们的pancakes， 我们的 benedict， 一些鸡蛋都是我们自己的方式去做，然后我们希望呈现给客人的是我们双手能够做到最好的一个东西，而不是去超市能够随便买得到，所以我们自己做bacon， 自己做一些快速的火腿，就是希望给客人带来就是只有在我们这里可以得到的一些体验。